好好啦，何理事敢不是有讲过，咱打精神尔呢，免咱雄雄有大动作，啊，若会去影响到遐啊，遐是做危险的。你是莫唔听话吼？是啊，我只是感觉，你都已经伫我边啊，我顾望袂着你。我感觉就艰苦诶，咱大难不死呢。我相信以后无人会当阁甲咱拆分开啊啦。卡定着咧，以后咱的日子是孤孤单单。我知啊，就算讲我有几次也记得啊，你嘛记得有找我。当然啊。像家像阮翁哦，迄定是做错事咯。当然啊，迄个连我拢无在条个拆分开啊，像家卡着伊。是你，阿姐，真正是你忘不掉。虽然你那边说做一模一样，啊，不过伊的眼神和骨态都完全无同款。不管你真正身世是啥物，你才是跟我从细汉做伙大汉的伊的罗家峰。哥，哥。家峰，你敢知呀？今麦雅姐身躯边哦，有一个人代替你来照顾伊哦。哥，我重新自我介绍，我是雅姐的翁，是你的妹婿。恭喜你，恁两个总算会当完成终身大事啊！歹势，我未赴参加你的婚礼，不过我真正替你真欢喜的。阿姐，哥真正为你真欢喜的，我嘛会当放心。哥，你别，你别干了要紧我的代志。过去这段时间，我拢唔知影你的行动受到控制，你又两记站起来。哥，你吃这么多苦，我真正唔敢想。无代志啦，爸干嘛嘞？我问伊当阵啊，兄仔着找一个所在，甲安顿好势啊。啊，那恁爸爸，阮大哥是安怎？阿伯甲另外一个家风起冲突，发生意外。真正是哥，家峰，你先冷静下来啦。卡叔讲，爸若真正有啥物问题，那安尼干爹甲文瑶嘛无可能遐平静甲咱讲这件代志。啊，而且雅杰还佮有信泰，应该嘛袂这样定着啦。对啦，你看金玉这样定着，才定到。你该去学一挂。即马兄啊，有迄个台面上的家风啊，甲藏起来，阿妹你免烦恼。伊只步数啊，我有办法通好处理啊。我会予伊连伫我面头前创一块饼都无在条，所以佫较免讲。兄啊，市场遮尔啊大场，我真简单，都我都甲找出来。安尼就好啊。我
在想我的身份，无得卡，你早拢知影，只有我家己最后才知影。我敢毋是甲你讲过啊？你就是你啊！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叫什么名，迄拢无重要。不过，我敢知影，我毋是伊的亲生后生。你是在讲什么戆话啦？什么你不是在兴的后生？你永远拢是在兴的后生。忘不掉，都好参照。你永远是我的哥哥同款，你永远是老家的囡仔，是我跟安吉的大兄，也是妈上疼惜的大汉后生。好啦。大家莫先着急讲这个代志，我想恁两个迄当阵一定有亲目睭看到是谁开车给恁两个弄在山间的。虽然讲，阮心内拢知影是谁，啊，不过我是希望会当阁确定一下。就是恁心内所想的迄个人无唔对，就是迄个台面上的罗家峰。真正想不到，竟然这么没人性。之前见到家风，我讲不出，伊对你是有感情的。结果呢，迄感情拢是假的。为了利益，伊甚至想要提你的命呢。我有看到伊的人，伊的眼神都甜甜的。我若想到。正要跟他做的生活，我就感觉很恐怖。我知道他不是你，所以我好好保护我自己，你不用怕。是啦，就算说他有地一个小鬼卡，他哦想要骗过正月吧，就没那么简单啦。他会开车给你弄，一定是怕他自己的身世早晚会被坑，所以才这样做。你想讲，伊若是真正是在乡的亲生后生，谁人爱这粗残哈？虽然伊是在乡的亲生后生啦，啊，不过伊为伊细汉就去学工头前调包给娶走啊，早就已经去训练啦，变作是自私残忍的个性啊。只要甲家己的利益有冲突啦，就会六亲不认，就参像个野兽同款啊，连家己的爸母嘛加。后来伊想要霸占禁欲。要进去看破卡手，刷来就想要伤害你啊！伊安尼一错再错，伊就规气规个错到底。我怎么在想啊？若是会知影讲恁两个平安无代志，伊绝对会阁提出更加粗残的手段。哎呦，伊根本就无刷安尼做啊！伊若是愿意哦，好好甲再兴忏悔，再兴一定会带念遐恩亲情，原谅伊袂该安怎啊？家己囡仔做唔到代志，门关起来，妈妈怕怕的。哎呦，我嘛是家己后生啊。兄啊，当然是安尼无唔对啊。重点是迄个台面上的家风，对爸母敢真正这么啊友好。兄啊，即马互伊藏起来，袂输在伊的邻居啦。然后伊再去利用兄啊，甲用心啊落大手哩。所以咱即马无赶紧，甲迄个台面上的家风扶起来，刷来就换兄伊规家伙出代志啊。啊，刚刚伊对家己爸母一点仔感情拢无，话抬就抬，话怕就怕。金玉有心伫个啊，伊对金玉拢无留情分啊，同款我都动手啊，佮较免讲别人啦。哎，是讲来平啊，啊，你少年到即马发生啊一代志啊，到即马你也是认为人拢遮尔善良啊？嘿啦嘿啦，我就是妇人之仁，我就是幼稚无知，不要哄人，无防备之心，安尼认为。爸妈，刚刚想起啊。嗯，
啊，我也没什么意思啊，我现在是在俄罗李沈良呢。我跟你说啊，在我的心里你就白输那观音大师同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么自卑啊，我们所有人啊都需要你的点化。等到那个台面上的家风啊，我跟驾驶好势，我就带你面头前，你好跟点化一下，这样好不好？不用，刚才你接石头我就点化不完，我哪有时间点化？好啊，那不要再为着别人在冤家啦。干嘛干爹哦，刚才已经跟奶奶跟你回事了，所以你不要再计较。是我要拜托他不要跟我计较，没什么跟你说。对啊，金玉啊，我有问医生啦，医生说你们两个恢复得很好的，平安没事情，这最重要。啊，如果是再兴奋，我娘因大家会足紧就找到伊，阿麦家己用心顾好。我娘想办法保阿伯安全的。哼，我看你即摆上个想要看到的人不是兴啊，你想要好好看到的人应该是靖宇啊。靖宇，伊你是咧讲啥啦？靖宇就伫边啊。啊，你是知影啥话？你们看伊两个病床安尼离无介远呢？你看伊咧看金月感情啊，对伊来讲哦，这袂输银河系感官，人家距离遮尔啊遥远。你是咪真想要金月摕到我一下？真正是想要爬起来无问题，啊，不过对一个多想久的人来讲，雄雄安尼站起来有啥好？是啦。我那是哦，爱听医生护理师的话，豆豆来不要紧。哦，豆豆来，这就爱伊的命啦。好啦，大家都上岗，双倍升好，安尼家风就当个经理都做会来。嗯，好啦，现在到上岗了，那点滴瓶要注意着哦。来。现在拿着我手够看的应该可以安心了，多谢你。